2009年、2008年，我花了再推回5年，我花了5年时间，我做了一张寻找经验的专辑。那在2009，好，很荣幸可以得到金曲奖的最佳演奏、最佳作曲人奖。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实体的 CD， 那也是就是在录音室在想什么，要什么样的旋律，怎么样去弹，对，怎么样去表现。那跟现在的即兴是不太一样。那我刚刚弹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即兴啊，也是跟专辑里面没有找不到任何这样的曲子啊，只是我是要表达说，当时我也是寻找经验，就是一种自己在想故事啊。因为我喜欢登山啊，我喜欢爬百岳，那我喜欢到山上去感受不同的频率，那感受很就是地球很自然的一个空气啊，那个氛围。那当然千里行我也很喜欢啊，包括去一些比较景色优美啊，或是一些像秘境啊，或是一些天然的温泉，一些秘境，我都非常喜欢。所以寻找精灵那时候，我也是由这样子，我一直在玩，一直在就是踏足这样山林啊、山岳，然后所得到非常多的一个灵感啊，那包括像南横啊，寻找精灵这个专辑就是从南横那边发起啊。那边有一立松温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也是要爬山涉水，对，那但是到了那个温泉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整个人是心情是完全不一样。那百岳我也曾经去过南谷大山，听说啦，今天刚好看到新闻，听说那个今年的那个明年的2019的地道曙光，就是在南谷大山。好像5:07啊，那但是可以到达那里的应该很少，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百岳，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可以上去的地方。而且为什么讲到南湖大山我会很有感觉，因为你很少说在台湾你可以到达一个3700多公尺 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很广阔的平原，那就是高山平原。那个我们想象应该是在大陆的西藏啊，或是那种青海地方才有办法看到这样的景象。既然在台湾可以看到这样子，在高山上可以看到很广阔的一个平原，那甚至于它有曾经是我们台湾冰河时期的一个冰斗，就是的遗迹，对，所以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我的音乐灵感都来自于这些。登山啊，旅行啊，或是探寻一些秘境啊，得到的一些的感觉。好，那在南台湾也有像小鬼湖啊，现在听说去到那边也很不容易去到那边，因为可能一些风灾的关系，可能要爬山涉水也很难。好，那个都是一个我的一个感觉，所以反而我登上。百岳，我反而会觉得是一个心情，是一个很宁静的，而不是说好像很要演奏很音乐，要是要很澎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用一个宁静百岳啊，来诠释一下音乐，让大家感受一下。Thank you.
谢谢。其实你在一个很高的山上，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心情真的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你自己是非常渺小的一个，一个人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想很多很多事情，这是我的感受，这是我在山上的一个感受。尤其像有时候我还曾经，爬一座叫大小剑山啊，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爬这种山？对，回程的时候已经天暗了，那我有点迷路了。那意思其实应该要到那个营地要休息，结果我超越过了营地，一直往下山，一直往下走。后来才发觉不对，好像走太久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就不敢再走，就一个人就坐在一个石缝当中，然后水也剩下一点点而已。那时候那种感觉好像有点那种，好像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但是又觉得很平静。对，我想说那应该再走上去找看看。所以这种心情就是我们人都会经历过很多不同样的一个心情。对，所以就是造就我很多，我的灵感都有这样一个每件每件的事件，然后让我的脑内的频率产生这样的一个 情感出来。对，那接下来我还是再来演奏比较属于我比较擅长的爵士音乐。那爵士很多人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深奥，因为爵士就是很多就是把它即兴就是会化作等号。那爵士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你的自己的一个情绪的抒发表现，就从19世纪开始的单调的开始。对，那我希望借由我在山上的感觉，或是我去旅行的感觉，用爵士的方式的风格，然后再加上一些新世纪的元素啊，或者比较古典浪漫的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情境。
谢谢。所以这个曲子如果越快嘛，这个脑筋就是转动要越快，因为你东西要一直浮现，一直浮现，然后用脑，然后传到我的双手，就是我一直在挑战这样的极限，就是像这样一个爵士，对，那尤其一台钢琴又更难。那今天我为什么表演就是有一个人，没有什么萨克斯风啊，或者是什么小提琴的，因为这完全是即兴，我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他也不了解我要什么和弦，他也不会想了解他要什么样的表现，所以只能就一台钢琴，这是最好的一个即兴的呈现方式。那我刚刚讲到登山百岳，那其实我现在刚刚弹的这一首已经，我有一张专辑，我稍微介绍一下，分享给大家。这个专辑我都还没有正式发行，都是数位专辑，都是我已经整理好的一个即兴的专辑。那刚刚我弹了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所谓的，我有一张叫做《1982钢琴师》，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刚好是我开始学爵士乐的年代，所以我把我的整个频率一直用到以前那个时期，我一直在想象我那个时期的在弹琴的样子的感觉的热情，对，所以可能当时1982我还没有功力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现在可以用我现在的经验跟功力去想象以前，然后融入到，把我自己带到1982，然后我看到的景象，比如说华丽的舞台啊，高雄那时候很多西餐厅啊、舞厅啊，很多大乐团啊，很多美军啊，或是美国人在那边表演啊，对，那我就去把它做一个想象图出来，就是1982钢琴师，对，所以我就是让大家感受，甚至让我自己感受，我们好像是在一个那种百老汇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刚刚表现就有一点类似像这样一个百老汇的那种爵士钢琴的场景，对。那当然我希望就是我的音乐就是可以一直突破，一直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元素，不管是东方的或是西洋的或是爵士的或是古典，都希望融入很多不同的元素，让我的就是创作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突破，对。那最近在研究那个睡眠钢琴，就是有失眠的话，我来演奏让他睡觉。那当然这个在这个场合就真的会太沉闷了，真的会等下让大家睡着就不太好，对。所以我其实我各方面的音乐都希望尝试这样子，对，好，那我再来弹第二首，也是类似这样一个爵士啊，这也是我比较擅长的一个乐风。Thank you.
谢谢。那其实音乐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呈现 的方式，那我希望借由我一个脑内的即兴啊，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啊。那即兴就是在于说我在想什么，那聆听者在想什么都不同，对，会不一样啊。我弹奏一个小品，一个情境，那你们可能会想象，可能去某个地方的感觉，那我的想法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场景，对，这就是一个让大家聆听者有一种很不同的一个空间的想法。那随着时间量，就是现在就是很，我会常常去一些比较大家就是比较交通工具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是一些比较台湾的一个简单的千里石啊。那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比较秘境、比较难可以，就是比较不好到达的地方啊，可能需要是靠双腿。那其实很多台湾的很多地方是也是非常漂亮，那我也很喜欢去感受，去每个地方啊。那其实全岛我大概已经不知道是转了几圈了啊，那现在还在寻觅更好的地方、更好的灵感啊。那希望就是我可以一直不断的有这样一个灵感啊，让我有更多的不同的一个创作啊。那接下来我还是一样用我一个比较自己的感受，然后让大家去想象，或者说圣诞节快到了，那我们用一个欢乐的，然后你想象外面在下雪啊，这样的方式，我尽量去神游这样的一个感觉看看啊。Thank you.
这个就是一半即兴，一半的算是变奏曲啊，就是因应现在那个圣诞节快到了啊，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样一个气氛。那最后一首啊，我用一个比较，就是我比较擅长的爵士乐来做一个美好的 ending。那也就是我感受到1982，我刚出道，刚开始接触爵士音乐，然后一直在追求进步，一直到现在。那我现在要回到以前，看到就是以前的我自己，那会有什么样的火花？谢谢。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大家的欣赏，谢谢。